位哥哥姐姐到我的时间段给我送上来批发零售的掌声，谢谢大家啊！我旁边鼓掌的就这一些，后边怎么睡着了？后边啊，谢谢，非常的珍贵啊！旁边一看，今天朋友们来不少，楼上的你们好吗？三位，谢谢，给我鼓掌的都万岁！打倒没鼓掌的，服务员给我几个人啊！我说话算话，给我鼓掌的一家上个果盘。传说这个，谢谢啊，很高兴见到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衷心的祝愿您在我们本剧场能够玩的开心快乐，2014年里阖家欢乐，万事如意，保持住这种最好的情绪。大家都知道二人转是两个人表演，把我搭档也请出来，但是朋友们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搭档跟别人女演员长得都不一样。你笑是我们全体演员当中最美的一位，可以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前面的搭档的女的，在我眼里就俩字儿：粑粑。很像我搭档仨字儿：稀粑粑。来点两毛五的掌声，有请黑山老妖胆量登场，来人，让你们欣赏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黑人。俊马的都演的也大舌头啊，谢谢谢谢你们能送给我这么多的热情，是吧？这样的话给我的演出就有了很大的动力。对，其实我每往舞台上走一步我都是特别紧张的。紧张啥呀？我怕你们突然的不能喜欢我了。为什么呢？毕竟我的外表形象不是那么很华丽。哦，不过我会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送给大家。谢谢。你出门忘吃药了？去妈的。你可不要阻止我卖萌了。是不是有点太可爱了呀？我觉得应该收敛一点。是吗？可能你们现在都在怀疑我吧。怀疑啥呀？哎呀，舞台上的这个女孩子她从哪里来的呀？这么普通怎么会这么可爱呢？不是，就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你得有自信呢。就得自信。也应该有自信啊！爱自己多一点，你们才能欣赏我吗？是吧？反正就是知足吧。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别无完人吧。我觉得我已经不错不错的了。拉倒吧，你哪不错呀？虽然说我不能拥有一个天使般的容貌啊，可但是呢，咋的呀？我却拥有了一个魔鬼般的身材。有点臭味了，干啥？你别这个。
能见着好好分的你。妹妹，小屁，我他妈演出观众没咋地，他妈给你了五千。我不得再给你五千。说话啊！说话怎么的？说话有点刺挠。我因为台下就是朋友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啊，就前面这些演员哪个演员有我的待遇啊？啥的？往台上一站你就看啊。支持，其实我真的对我比较惭愧。惭愧啥呀？因为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位美女。哎呦！你知道，同时作为女人，我觉得我太逊色了。很漂亮啊，她的美丽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是吗？真好！我现在我用我的膀胱看，一定有一米。这下他妈给你撇沈阳去了！什么叫膀胱？那是余光，什么膀胱？就是旁边这个光。我现在美女，我就用这余光看你有没有一米七十多。哎呀妈，绝对有啊！咱们民间不是有一句话吗？怎么说的呀？说大个儿门前站，不穿衣服都好看。对，美女，你说你为什么不往好看了打扮呢？有这么打扮的吗？我跟你说，我要长你这体型，我得把自己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不留死角。展示出来是吗？长这体型你凭啥不展现呢？我要长这样真有意思，还用穿这些泥了吧嗦的上来吗？直接我戴个帽子穿个鞋我就上来了。你这么穿衣服，你警察不抓你啊？啊，你戴帽穿着鞋，警察不抓你吗？别他妈吵吵，警察应该看。你看就现在你就这样，你就往这一站，你这帮老爷们都啥样了？你说哥，你搬着腿来就得。讲你几个人呀？我跟你说，你家快没地方修啊！这时候始终就在这，咋的？快飞了我！吓冒汗了。你说啊，就是喜欢一个人，他的表情是掩盖不住的。是。哥，妹妹感谢你对妹妹的喜爱。善良的人。但是怎么唠呢？这嗑，因为现在在表演嘛。后边还有这么多朋友期待着，对，我们个人的感情问题，我们就先放一放，好不好？我希望无论你对我产生什么样的情感，你都控制住。是咋的呀？我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老妹儿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我去，太女人了，可以啊。死心吧，嗯，这辈子你能吻我裤衩子，你都过年了。你是不是吹的这块啊？也许这辈子你也过不了年了。为啥呀？因为我从来不穿裤衩子。咋这么骚呢？你现在不都流行吗？流行啥呀？什么时间去哪儿了、哦、爸爸去哪儿了，飞机去哪儿了。对，我现在这样说，我裤衩子去哪儿了？其实一个女孩，你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为啥？就是逗你们快乐。是啊。是不是？而且我的演出压力是最大的。你说前面演员，你说他们什么没演？嗯。歌也唱了，舞也跳了，笑话也说那么多了。到我的时间，可以这么说，把我会演的都演了。啊。那你说到我的时间，我整点啥呀？整点啥呀？实在不行，我死一个吧。我演个上吊人。没一个好字。爆米花啊，对，砰是吧？你叫一小名儿，你说他信不信我、啊？也不是咱搁哪把我微信给淘那个了，是吧？加你加我，我懵了，他微信名儿成意思了，叫啥名儿？一只眼闻闻手吗？啥名儿这是啊？咋回事啊？始终就给我发微信。哎呀妈，发啥呀他？飞，飞儿。小字眼飞儿。飞，年呀。飞年，我都洗白白呢。啥呀？洗白白？你说你臭的我不要脸爆米花，我他妈是个人吗我？你好样的。我去了。
呀？你洗白白的，你多白呀？我看看。哎，我往你那儿拉。你咋把我穿的给放脱了？哎呀妈呀！干啥呢？吐出去！咽下去了。咽了。哎呀妈！现在我演出一会儿，我跟你必须传达一下我的思想，我控制了。啊。很多笑话我不能说的太过。是吧？我们必须遵守党的要求，国家号召。但是那没有关系，咱们可以换个方式去表演。对对对。是不是？完了，喜欢听歌，我也给你唱点。会唱啥呀？我都瞧不起你。别管放屁，瞧不起我人多了，你说着急呀？搅和我，还损色，你要我瞧得起你，你行吗？啊？你行吗？我行吗？行吗？我这一生我就两样不行。哪两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滚！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这不就是不行吗？你？你怎么动手不行？动手怎么的？搂你怎么的？怎么能瞧不起我？你信不信一会儿我唱首歌不用药都得用掌声？我不信。我也不信。你是不是跟我玩的？就你这你会唱啥呀？你懂音乐吗你啊？别在这吹了啊。是不错啊，真小瞧你了。来，这首歌最经典那个，最高音那个，最高音高潮部分。我这是在逼我呀！你呀、啊，那说那就是青藏高原。你咋不往上唱呢？啊？你咋不往上唱呢？唱上去累够呛的，图为啥呀？这是。犯不上点事儿。什么图？你证明你的实力吗？证明我的实力，我不可能唱大陆的歌。啥意思啊？可能朋友们对我的文化底蕴还不是那么太了解，最拿手的呢，只能属于是英文歌了。为什么轻易我不唱？因为唱一首歌，你就让朋友们了解音乐的文化。我在英国待了好多年，好多年。英国的乡村音乐文化就是那种嘻哈风格，嘻哈 rap 的那种。如果朋友们喜欢听，我给你们来一段。这么的，音乐伴奏我不需要，因为那都糊人的玩意儿。刚才谁吹蜡烛的？不是、啊、那个傻逼 boss 来的，谁出来出来看？哎，这个好不？我演出你们一个个死钉在这做什么守灵呢？你们的什么鬼呀、啊？别说行话，对不起朋友们，知道吗？拿麦克来，拿麦克。臭不要脸！你上来还说个膈应，膈应朋友们就是我们二人转当中的行话，就是不好、啊，就是那意思，可能不愿意上来的意思，就是可能他自己整不明白。没事，只是你没事，不用客气，老管了这个。你叫啥名来着？是的，宝贝儿。完事找到自己。我要给朋友们，我现在给你讲一下子，你别等，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行不行？我要给朋友们唱一首英文歌 ，rap 的那种感觉。刚才你不打 B box 了吗？完了，你别蒙啊，你就是放松啊，放松。你给我打一个 B box， 然后节奏型，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乖乖，就是不用花钱，你就直接就你叫他来教他。去你妈！你打完他咋打？唱的这首英文歌曲，嘻哈风的歌，嘻哈风的英文歌，歌曲的名字叫做 Happy。哎呦妈，档次高 Happy。Yo yo， 走，起个闹 ，Yo。Yo yo， 起个闹。Yo yo， 朋友们，有心的观众感谢你。今天我来到了阜新，很是开心。有什么送给朋友？来一段英文的歌曲，名字叫做。你唱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谁不会唱啊？你唱啥玩意儿啊？是不是叫 Happy？ 你什么？这家伙在那戏打着，胡子搞。
你怎么去？你能不能好好的？太暴力了！到底想怎么的？啊！你整死我吧！你能不能好好唱？啊！越暴力我就越兴奋。我怎么干啥？啊！你拿皮鞭子抽我吧！拿辣油子滴我吧！干啥呢？你干啥呀？你过来，来来来！今天黄宇文来这么多，楼上楼下好几千人呢，别辜负大家。给朋友们唱点档次高的歌曲，欣赏型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送给朋友们啊。那就唱首韩文歌吧。别吹了，你会唱韩文呢？韩文呢？韩文相当拿手。为什么拿手？因为毕竟我在韩国待了那么多年。韩文歌曲。韩文的音乐文化就不一样了。啥呀？就不是 rap 的感觉了，就伤感。伤感。抒情伤感，唱出来能让你哭哭的感觉，知道吗？哎呀妈呀，你这一天呢你不带饿的。Sorry、啊、我给你说个谜语吧。啥谜语？看见吃不下去，看不见吃下去。那鼻涕知道吗？你看见了这行了，你根本吃不下去了，看不见。英文不是韩文的啊。听不懂没关系，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咱唱的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收破烂儿、啊，收个瓶子易拉罐儿，易拉罐儿卖个价钱一毛二，一毛二。完了，你唱的时候，老板嫌我吃饭有点吃多。完了，你唱的时候你投入点情感。唱的时候是啥样的？收破烂，收个瓶子易拉古，易拉古。买个家庭一毛还一瞧了多久熬了半个把戏对忘了谁都给了你了给自给假死必来小伙子哎呀假死必来你干啥呢是不是慌了你假死必来必来哎呀还能把裤子买没买的好大气的变态的玩意臭不要脸整这么大反应干啥不就是给朋友们诠释了一段舞蹈吗？人家我在这块啪啪啪啪，这么多人，你怎么还躺下来呢？就是刚才我就觉得一股风过来，我就躺下了。哪来的风这么大来呢？空穴来风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跳的这是什么舞蹈？这是杰克逊。哎呀，迈克尔·杰森。哎呦我去，真是人才呀、啊！啊，小样，这小动作整的，我的妈！哎呦，太到位了这个啊！嗯，说唱的好。你刚才又怎么了？对呀、啊。怎么了，丢丢？醒醒、啊！我这不是跳的动作，就这个，我这夸夸干啥呀？你别他妈整这动作！怎么的？我不得劲儿。气人！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你说杰克逊在跳舞的时候，他把手都放这儿，哎，都这么跳，这是为啥呢？为什么呀？可能是怕摔丢了吧。是瞎的，是这么理解的吗？这唱歌你都给这哥们唱高兴了。你说你要正儿八经唱，看我前面那些演员，还有一歌手吗？歌手，看张雨生在这唱。哥，今天你对老妹儿的演出极度的配合。嗯。老妹儿误以为吧，我要为你唱一首歌。哎呦，好吗？哎呀妈呀！但是话说明白了啊。我唱这歌你不一定能听懂，我只是传达一下我的情感。啥歌啊？粤语歌曲。粤语粤语歌我比较拿手。为什么拿手呢？因为毕竟我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哪都待了。粤语的啊，你就静静的聆听就足以了、啊、然后望着我的双眼，我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牙上哈，蓝烟总是渐渐去过，飘雨风梦流水，蓝烟总是渐渐满心，浪花的满眼泪，都被白的心累累，一句不好心我哽咽碎，啊哈，唱唱唱唱，愿意。
怎么生的？来人，来人，来啥来的？干啥？唱啥的？为什么睡觉啊？瞎唱，唱什么玩意儿？空中粤语啊？唱什么？谁听不懂？谁都听懂了，这是。什么话呢？给哥唱歌，那咱们得唱首中文的吧？来点欢快的，都卡着呢。哟哟，这个呢？对面的大哥，你看过来。没事，不够再加点，加点不差钱，百八的。以前就是这么任性。谁在加？我觉得这都是我好的观众，只要不兴你，你这人想到别人见着你，演出都没有情绪。就是，其实说实在，我这演出，我真的我太荣幸了。首先来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上台之前我都想好了，演十分钟，我争取让你们笑十分钟。是吗？从头开心到最后，咱就说一个人花500块钱，你得值得。你现在在家里待着，我上华人一坐，500块钱放茶几上，瞅他笑十分钟，我操，你得上医院了。那不是受刺激了吗？谁能笑出来？有钱还得会享受生活。我兜里有钱，拿着钱我就走。你干啥去啊？出去玩去，公园、动物园散散心，找找灵感啥的。有一次我上动物园玩去，差点都没出事儿啊。为啥呀？看见一个笼子，笼子里边装个骆驼，挺稀奇的。我寻思跟着骆驼玩一会儿吧。旁边还有人劝我，你可别跟他玩，多脏啊！看了一会儿你兜里吐。是吗？我说不能，我跟着骆驼看一会儿，骆驼吐了。可能是吃多了吧，我就别看他了，上骆驼屁股后来溜达溜达。哎，我就发现这骆驼屁股下边咋的啊？有俩球球。我这人好奇心比较强。哎呀，烦人的吧！我就摸球球了，这一摸可操蛋了，骆驼疯了，疯了，把笼子挣破了，自跑啊！蒙古吓坏了，扯啥犊子？挣多少钱我也赔不起骆驼呀！这不怕气儿的吗？我聪明啊，我就找驯兽员去了。我说哥们怎么回事啊？你家骆驼怎么跑了呀？他说咋整的？我说我正跟那玩意儿他就跑，把我都给吓一跳。他说那怎么别人哥们儿都不跑呢？你哥们儿就跑，是不是刺激他了？就是啊。我说我摸他球球了，他就跑了。驯兽员说句话没把我气死了。咋说的啊？老妹儿啊，你快点摸我球球一下，我好追骆驼去。你这一天奥运会咋不找你？你能摸谁谁第一呀？真快！看转多开心呐！哪个明星都像二转演员一样在台上啥都说。是的，现在二转改革了，讲点笑话，唱点流行歌曲，演个小品什么的。对，以前都是唱正戏，唱正戏的时候我都唱14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唱过呢。拿手啊，记得当年我最拿手的一块戏就是回杯记选段，大家都知道叫王二姐想张天秀，那时候都在到白的手眼生发部都得给你们演示去。往南飞，一阵凄凉一阵悲，雁飞南北知寒暑，二哥赶考不知归。奴家谁呀？王兰英，自幼许配张廷秀身旁为妻。哦，那成想张廷秀这人狗了。不能那上下张廷秀上北京考试，你走了，一去好几年也不回来，我操了！你怎么慢点？没关系。气这样，不思想起来，欢死了半脸；思想起来，真叫我这浑身上下干完火头。咋的呀？不得劲儿。
也不是整二人转就来的。哎呀妈，好了。你们几个，那个这么的，你说他们要不唱二人转，能说说媳妇吗？真的，我有的时候人就是命，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是吗？你看一个个这么老爷子，长得稀里溜滑的，你看那媳妇一个，哪会媳妇啊？我就说他们媳妇儿，歪瓜裂枣也整个媳妇儿，啥词儿？媳妇儿长得个子个儿怎么那么漂亮？一命好。你就看我，你就说就这样，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我你就看咱这节目啊。你看他本来女人并不是用外貌去征服一个男人。你说你多好，你咋了？干嘛啊？我不是不好吗？瞅着都得劲，男人知道吗？这是你在那干啥呢？怎么的？又发现你们这帮老爷们怎么都不让上手呢？你我俩怎么我俩是闲着活动怎么的呢？你不要放手，操，给你钱，给钱，给钱也不要。哎呀，给钱，给你500行不行？我不要，别他妈吵，你给我5块的，你摸我。笑死你！真有意思，为了朋友们开心，什么都得付出。是啊，今天朋友们来到我们阜新啊，大东，大东二，大东是谁知不知道？大东是我们老板。因为他稀罕我呀，一个演员要在一个地方驻足脚啊，你就得现在潜规则啥的。东哥的钱你重口味的是？咋的呀？啊，说话了，我跟你说，在舞台上表演，我没让他们那帮演员弄不了，我可以这么说，他们任何一个演员都比我才华。嗯，确实。就看他们演出，打醋，我就我这么演，我上来演啥？朋友们给你们来点绝活，朋友们给你们来点狠活，狠活。到我的时间，我只能给你们来点口活。就嘴上的。我跟你说啊，今天刚才为什么我唱了两轱辘二人转呢？唱戏呢？因为爷爷奶奶来了。是啊，爷奶，这就必须得是爷爷奶奶辈的了，是不是？唱两句不唱吧，但是爷爷奶奶你们别挑我，如果我要再多唱一会儿，我跟你说这人就走没了，没人听啊。啊，哎呀，爷爷真好，善良的人啊，飞飞表演可以这么说，瑕疵太多了，瑕疵太多了，很多不足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包容我，毕竟我是一个女孩子，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站到这个舞台上表演，看到你们笑了，真的我比你们都开心，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回赠给大家，给朋友们唱一首歌。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出了一首单曲，叫做《黄飞鸿》，就把这首我的歌送给阜新每一位尊贵的客人，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好不好？谢谢。这是我自己的歌曲，送给大家的好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祝福大家马年行大运，马年发大财，笑靥靥，笑口常开，梦圆圆，好事连连。来吧，朋友们，感觉今天晚上真的得到了快乐，不要吝啬热情，跟着我的音乐一起打节奏，好不好？谢谢。音乐大点声了。如果喜欢这首歌曲，买一首搜索黄豪，可以下载到你的手机上，作为你的手机铃声。嘿，双手运动下，小手上一起挥挥手了。想唱一首歌，说别人的不懂，我不是美女，我也不是黄蓉，我是剑青梅和舞，多少人